为在2021年吴宇景出演的影视作品遭下架，微博话题也被关闭，疑似被官方列入封杀名单。近两年形同退出演艺圈，虽然今年3月生日时他有透过社群向粉丝问候，但行踪依旧神秘。近日他突然现身北极机场，只见他穿着一身休闲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相当低调。就有粉丝称赞他手插裤子口袋，走路的姿势太酷，让赵薇幽默回应：“好的，谢谢，那我以后手都不拿出来了。”大方与粉丝互动。照片一出，粉丝们看了纷纷留言：“终于又看到我的女神了，一如既往的随性自在。”不过有人注意到赵薇看起来有些憔悴，皮肤暗淡无光，身材也圆润不少，让粉丝都相当心疼。希望有一天她能再重回荧光幕前啊。you